横城则秦帝，纵城则楚王。这是战国时代的两句流传极广的话，意思是说，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，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。这句话从根本上肯定了秦楚两国的超级大国地位。公元前225年，当势如破竹的秦军灭韩赵、破燕魏之后，这两个最有实力的王位争夺者终于开始了最后的正面对抗。秦国面对这块难啃的骨头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？历时800年的楚国又将如何燃尽它最后的辉煌？2005年春节前夕的河南省上蔡县郭庄村，当村民陶醉在迎接新年的喜悦中时，一声声刺耳的爆炸声突然传来，他们甚至能感受到地面的微颤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村民们的耕地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个个深深的洞穴，觉得事有蹊跷的村民们报了案。经过调查，人们发现这些洞竟是盗墓者挖出的盗洞，那些爆炸声是他们企图盗进古墓引爆炸药而发出的声响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2005年11月14日，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宣布了一项重大考古发现，被盗挖的墓穴竟然是葬有七鼎的高级贵族楚墓。这一座楚墓属于战国后期的楚国贵族，我们从它的豪华程度看是仅次于楚幽王的，因为在周朝对礼制有严格的规定，天子九鼎，诸侯七鼎，那么在这个墓中出土了七个鼎，显然它的等级比较高。豪华的墓葬，尊贵的身份，所有这些信息都让我们无法忽视上蔡这个地方的重要性。郭庄楚墓所在地上蔡，作为秦楚交界，是楚国北方的战略要地，直到国家灭亡的最后一刻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公元前225年，以虎狼之势灭掉韩赵燕魏四国的秦国，终于将利爪伸向了南方楚国。执掌将符的大将李信和副将蒙武一起集结了在中原一带的秦军主力，踏上了南下攻楚的征途。李信将要到达的战场在秦楚交界，也就是今河南东南部与安徽省西北部。那里的地形几乎全是广阔的平原，没有任何险要地形可用来扼守，所以对于李信来说，这场战争的当务之急是要歼灭楚国的野战军。当秦军进攻之时，楚国大将势必死守楚地边境，那么汝水两岸的淮阳上蔡一带变成了秦国的重点攻防地点。做完分析之后，李信测定了一个两翼前行的作战方略，他的部署就像一个口袋，只需等待楚军入瓮即可。面对秦军的进攻，楚王傅楚任命出身将军世家的项燕为大将，率兵20万迎敌。然而面对不利地形，如何才能主动制敌呢？看着眼前的作战地图，楚将项燕陷入了思索。此时秦军在经过郢城时开始兵分两路，各自朝东南方向深入楚国腹地。李信攻打平舆，蒙武攻打寝，均大破楚军。李信攻下平舆之后引兵急进，很快又攻下申城。秦军连战连捷，战报不时传入秦王宫中。秦国的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变法最彻底、
收效也最大的，使秦国一跃从七国中最弱的成为七国中最强的国家。而楚国的屈原变法以及吴起变法，都是由于后来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腐朽，导致改革成果昙花一现，所以贵族贪图享乐，奢侈腐化，这个风气也蔓延到军队里，所以楚军在后期战斗力比较低下。秦军势如破竹的局势似乎在告诉天下人，秦国的平楚战争无需太久，必将以秦的完胜而告终。回想这次被秦王授予兵符时的喜悦，正值年盛的李信对于此次胜利的渴望便愈加强烈。秦灭六国，其实真正的对手只有两个，赵国和楚国。赵国善战，楚国辽阔，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，楚国一直是地盘很大的国家。咸阳宫中，35岁的秦王嬴政志满意得。有了攻楚的想法之后，他找到了年轻将领李信和老将王翦，研究攻灭楚国的方略。李信年少壮勇，曾经孤军深入，千里追击燕王喜和燕太子丹，最后献上燕太子丹首级。秦王嬴政认为他十分勇敢有贤能。嬴政向李信问道，将军估计讨伐楚国需用多少兵力？李信认为20万足矣。当问到王翦时，这位老将却认为非60万人马不可。李信以20万人攻楚，必然不克。二人差距悬殊的回答，让嬴政不禁认为王翦已老，过于胆怯，于是便任命李信为大将，蒙武为副将，率领20万军队攻伐楚国。而王翦随即称病回家养老。这一次，不论是秦王嬴政还是李信，都势在必得。3年不出兵，死不从礼，这是儒家经典《左传》上的一句话，意思是说，楚王如果在任期间3年没有打仗，死后尸体进不了宗庙。很显然，楚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，那么尚武的楚国会轻易地被秦军打败吗？当军力几乎对等的时候，战略战术以及军事情报变成了制胜的关键。楚将项燕探知李信大军正从申城开来，准备与副将蒙武会师成父，于是项燕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他在秦楚边界仅仅设置少数兵力诱敌深入，将主力集中在寿春以北、淮河北岸的巨阳一带迎敌，并令副将在露台山一带埋伏了7处人马。此时的李信还没来得及嗅到任何危险气息，依仗自己一鼓作气的胜利一路疾行。但让李信措手不及的是，在半路便和项燕主力提早相遇了。正当两军焦灼激战、胜负难分之时，项燕在露台山的7处骑兵同时杀出，战局瞬间发生逆转，楚国大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李信率残部集体西奔城父，楚军尾随秦军3日3夜，连破秦壁2垒，秦国7名都尉战死。战争形势的瞬息变化让李信猝不及防，趁着秦军大败，项燕收复了所有被李信所夺之地。秦军副将蒙武听闻主力兵败窜逃，连忙退兵回到赵地，此次伐楚行动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。这是战国后期秦扫六合之时，关东6国为数不多的胜利，
它仿佛一个强有力的号角，令原本已经覆亡的国家重新燃起希望，各地开始蠢蠢欲动，而秦国一改之前所向披靡的汹涌气势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。秦王宫中前方战败的消息传来，秦王嬴政怒不可遏，关东的韩地局势骤然危急，秦军遭到重创，获胜的韩楚军队不断向西进攻，魏地也随时可能发动反秦暴乱。更糟糕的状况是，如果连赵国余党也开始行动起来，联合还未灭掉的齐国和燕人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秦国需要一个全面的压倒性的胜利来稳定天下。想到出兵前与李信、王翦两人的会面，嬴政深悔未听老将王翦之计。于是公元前224年，嬴政坐上了去往平阳的温凉车，秦王亲自来到王翦家中，恳请这位老将军重新出山。看到病床中的王翦，嬴政惭愧地说起李信的大败，意图疏动王翦重新带兵。王翦见嬴政意志坚决，思索再三之后说出了自己的条件：如果万不得已一定要出兵，那便非得60万兵马不可。应该说60万大军派出去以后，也是秦军的精锐中的大部分都派出去了。所以呢，秦王嬴政其实对王翦呢还不是很放心。数量庞大的60万军队在嬴政这里更像是一场关于信任的赌博。他可以帮助秦王打天下，但万一王翦造反，秦国将立刻万劫不复。嬴政想起李信失败的前车之鉴，眼下他只有一条路可选，那便是同意王翦的要求。公元前225年，王翦的出师之日，秦王政亲自到霸上为他送行。就在王翦向秦王敬酒之时，他向嬴政提出了一个令旁人惊诧不已的请求。王翦取出一简，上面开列了数处咸阳良田住宅，以作为子孙基业为由，请嬴政赐给他。一国将领出兵之际，却自私地只想着升官发财，这让人不禁奇怪。然而嬴政听完却大笑着答应了王翦的请求。让人诧异的是，当王翦大军行至关外，王翦又派使者驰回咸阳，再次向秦王政索要原驰数处。副将蒙武疑惑，出兵打仗本是为国为军，王翦如此明目张胆的敛财，着实令人不解。老将王翦的回答惊醒了这位年轻将领。嬴政虽然性格刚强，威风凌厉，但是将秦国之兵交与自己，嬴政定会犹豫多疑。自己谎称为后代子孙考虑，实则是表明自己没有叛变之心，避免秦王怀疑自己的忠心罢了。蒙武听完只能拜服。与敌作战最怕后院起火，赵将廉颇、李牧在被陷害的教训还在眼前，任何让嬴政感觉威胁的苗头都有可能让自己重蹈他们的覆辙。而这样的后果，无论是王翦还是整个秦国都是无法承担的。秦王嬴政其实就怕他带兵出去以后，如果和这个楚国联合起来或者自立门户，那么自己就危险了。所以说他不为了笼络王翦的人心，所以在王翦带兵出征的过程中，不断地给他房子，给他地，给他财物，然后呢让王翦知道
你先放心打了，我一定会给你很优厚的物质待遇。这说明当时秦国也是使尽了全力去攻打楚国的。楚军这边，项燕听说王翦率600,000大军攻楚，立即遣使快报与楚王复楚。面对数量惊人的秦军，楚王决定增兵20,000辅助项燕抵抗秦军，战事开始升级为更加激烈的对抗。在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，考古学家发现了40,000多支三棱箭头，制作的极其规整，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甚至只有不到1毫米。做过分析之后，人们发现这些箭头的金属配比居然惊人的相似，数以万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出来的。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，它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一起，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。在2000年前农业文明刚刚开始成熟的时代，假如秦人真的有过标准化的兵器生产，那么他们拥有的已经是超越自己时代的智慧。军工发达的秦国在战国最后的争霸战争中几乎所向披靡。秦人执着于统一标准，肯定是为了保证所有战士使用的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兵器。但在2000多年前的秦楚之战中，这些兵器却被秦兵当成了摆设，毫无用武之地。公元前224年，王翦大军兵出中原，一举攻克陈、陈以南地区及平舆一带楚城，然后连营10里修筑工事，竟再也没有了动静。王翦让士兵休息沐浴，每日杀牛赏兵，与世同时。将士感恩屡次请战，王翦却总是奉劝他们多饮美酒，养精蓄锐，如此长达数月。士兵闲来无事，便用投石和抄句为游戏取乐。所谓投石，相当于今天的投掷铁饼一类，能掷出300步为胜；而抄句则相当于现在的跳高，立一横木，离地几尺，跳跃而过，以此比赛胜负。王翦每天登记士兵的胜负情况，了解士兵的强弱。他对将士们呵护备至，却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许招惹楚军。他不许士兵到楚战区侨伐，有楚人误入营地，还要用90招待并放还，充分表现出坚决自守的姿态。两军对峙日久，让楚军大将项燕找不到任何战斗的机会。项燕对王翦的表现感到十分奇怪，而王翦的自守姿态让项燕不禁暗自怀疑，也许王翦只是在名义上讨伐楚国，实际上拥兵自保。慢慢的，楚军开始放松戒备。时值冬季，营地日渐萧瑟，天气越来越冷，来自南方的楚军十分惧寒，这让项燕开始萌生东返的念头。楚兵怕冷，来自西北的秦兵却很是耐冻。一天，王翦大宴将士，并宣布请大家一起破敌，这让等待已久的将士们个个摩拳擦掌，争先恐后。王翦挑选出平时投石抄句的高手，骁勇的士卒20,000人，称为壮士，同时另立一军作为先锋。王翦将军队分成若干队，从不同的路线攻打楚国。正准备东撤过冬的项燕根本没想到秦军会在这个时候突袭，只好仓皇迎战。秦军20,000勇士积蓄力量已久，都想一试身手，冲锋陷阵时无不以一敌百。
项燕率兵向东撤退，王翦派主力乘胜追击，一路猛攻。到达祁南时，楚军与追上来的秦军展开激战，势不可挡的秦军几乎令他们无法招架。很快，对于楚国来说，最坏的状况发生了。楚将项燕战死。随着楚国最强战将的陨没，历史的走向几乎已经没有悬念。无人带领的楚军像是一盘散沙，顿时溃不成军，再也无力抵抗。楚国战败。秦军在经历过商鞅变法以后变得更加强大。商鞅变法主张奖励耕战，尤其是奖励军功，实行了一整套的军功爵的制度，所以秦军个个是奋勇争先，家家以战死为荣。而相比较而言，楚军的装备和战争理念都相对落后，所以在多次较量中都处于下风。《史记·白起·王翦列传》记载，王翦大军经过两年左右的征战，攻占楚国都城寿春，俘虏了楚王傅楚，设置楚郡。公元前223年，最后一任楚王傅楚成为俘虏，告别了华丽优美的宫殿，他被装在囚车之中运往秦国。那天，漫天大雪覆盖了楚都，当楚国的最后一任君主匍匐地上，向秦王行臣子之礼时，有着800年历史的楚国宣告灭亡。在古老中国的南方，只留下楚人无助的呐喊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也就是说，楚国哪怕只剩下三户人家，最后灭亡秦国的一定还是楚人。另外一种把这三户解释为楚国最著名的三家贵族，说这三家贵族把他们的力量集合起来，一定能够灭亡秦国。也就是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的楚国人是多么的仇恨秦人。秦国最后一个强劲对手终成手下败将。秦军凯旋回朝之时，秦王嬴政出城30里，亲自迎接为他打下大片江山的将军王翦。因为王翦的胜利在告诉他，六王毕，四海一，已经指日可待。